你听紧嘅系 Only One Video， 我系 Ocean Free 创办人阿聪。以下节目内容只系主持人及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喂，不如创业咯？啊，但系我得一蚊啫。我都系得一蚊啫。咁点算啊？创业唔使好贵嘅啫。咁要点啊？咁你就要听实 Only One Radio 嘅创业兵工厂啦。我哋会邀请城中创业家上嚟分享佢哋嘅创业经历，仲有创业教室分享唔同嘅创业技巧，紧贴创业圈最新嘅消息。就等我哋创业兵工厂陪你一齐踏上创业路啦！好啦，欢迎翻到嚟第21集嘅创业兵工厂啦，我系阿 Ken。阿 Ray， 我是 Karen。 好啦，咁我哋三个又返返嚟呢个录音室入面啦。咁上个礼拜就我嗰集嘅创业兵工厂我哋出咗去啦，我哋冇喺度录音访节目，係啦，我哋出咗去做记者啦，嗰个係外游节目。咁啊，所以就其实都识到啲朋友啊，新朋友啊，又即係所以呢呢个创业圈呢咁鬼繁忙呢，所以係好精彩嘅生活嚟。我哋都识咗好多唔少朋友啊。阿 Ken 你冇暗疮啊？有啊，我识咗哇如何处理暗疮的朋友咯，我就冇暗疮啦，系咯，标奇之人，标奇嘅奇次人物啊，简直就系、是，所以合照咗啊，所以我冇暗疮啊，而家识阿 Jacqueline， 但系你集邮咪得咯，你有集邮咪得咯，听闻 Jacqueline 将来嚟紧都有兴趣做我嘅访问，我哋唔好咁快包住，我哋唔好咁快包住，不过你倾偈，迟啲就揾佢上嚟做一访问先，有机会啫，迟啲就倾紧就上嚟做一访问，即系如果你有暗疮嘅烦恼。你打俾边个啊？我有暗疮，梗系啊！呢啲迟啲先讲。嗱，呢即系容后公布啦，呢啲咁啊，即系嚟紧嘅嘢。咁啊，不如我哋讲翻少少新闻先啦。咁话晒，因为上个礼拜其即系对上嗰两个礼拜，其实我哋都冇乜点讲过新闻嘅。咁啊，今日特登讲翻啲新闻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两位，我想问你哋有冇戴？两位有冇戴小米手环咧？我只手戴住，系我都戴紧嘅。咦，我冇喎。但系阿 Ray， 咁我问下你啦，即系我哋身为小米手环嘅一族啦，你觉得呢个小米手环对于你本身而家即系有冇啲帮到你，或者有冇用咧？其实，其中一个用处咧，我会几时会发觉知道有手环存在咧，就系每日行够某一个步数嘅时候会震一震噶嘛，系咪先？咁啊，发觉咧有阵时咧夜啲震，即系话嗰日行得好少啦。有阵时咧日头晨咁早就震咧，即系嗰日应该行得够啦。嗰日几忙？系啦，个运动量应该够啦。咁啊，其中一样嘢，不过我个人而言啊，我买即系用呢只小米手环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 function 咧，就系俾我睇下我到底夜晚有几多深层次嘅睡眠。哦，系啊，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系一个几 enjoy， 我自己都几 enjoy 去睇嘅 function 嚟嘅。同埋呢啲数据咧，就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一年都即系到底你一个月啦，平均瞓咗几个钟啊，即系每日瞓咗几钟，你知呢啲数据其实都有用嘅，即系喺今时今日啊 ，big data 年代啊，即系如果有办法，譬如一嗱你一知啦，即系我哋有机会呢啲 data 已经俾晒啊。小米公司就已經可能收埋阿雷生，佢根據住呢啲 stat， 佢其實可以再做好多唔同嘅分析啊，做一啲俾佢。even 佢可能唔知道我哋邊個，但係佢可以分析到嘅都。我諗呢啲通常應該都匿名嘅，如果唔係大鑊啦，係咪先？我都驚驚地。嗱，點解咧？因為咧，你拎住你電話噶嘛。你電話上面有咩 information 咧？佢可能都收曬嘅。我就通常都少啲嘅，我就通常唔係擺咁多落去嘅。不過咁啦，我哋就冇所謂啦。我又覺得啊，呢樣嘢就各取所需啦。咪睇佢會咁樣，因為咁樣打電話俾我咯。如果冇失眠，應該唔會逼你買嘅。有失眠，我梗係第一時間揾翻 Jacqueline 先啦。但係咧，嗱，你咁講喎，講開呢個手環咧，咁啊，即係除咗而家即係正常咁樣用一啲健康圖啊，或者即係攞一啲數據之外咧，嚟緊好似有啲新搞作喎 ，Ken。哦，嚟緊咧的確有啲新搞作嘅，因為咧話説就係我哋睇咗呢個新聞咧，就係關於呢個小米手環啦嘅新一代第二代嘅小米手環咧，就會有機會咧就係得到呢個官方確認咧，就係話會同呢個支付寶咧就達成一個戰略嘅合作。咁咧就系共同打造喺可以穿戴设备嘅新一代移动支付方案啊！呢个 terms 咧听落好似好难明，咁但系咧其实咧只要我讲一个字咧就好简单噶啦，一个大陆版嘅 Apple Watch。嗯，有啲唔同嘅，我相信佢应该唔会有呢个 mon 嘅，系冇 mon 啦，同埋冇 apps 可以用啦。咁但系咧，根据呢、這个即系、就是、新闻上面所透露嘅咧，就系、是、只要喺嚟紧下一代嘅小米手环入边咧，佢将会有一个新嘅 function 咧，佢就可以咧 scan 你块面啊 ，scan 咗你块面之后，咁同埋有少少个 data 入咗去之后咧，咁你同你个手机嘅支付宝个用户端完成咗呢个绑定之后，即系简单啲讲，而家小米手环吓、要 register 咗落部机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用个手环
埋去部机度，然之后咧就可以简单地勉强咗你输入密码嗰个动作，然之后咧就可以直接完成付款啦。即系眨一眨眼就可以俾钱咯。我觉得应该系唔使眨，系咯，系啦，又直头有可能嘟一嘟啊咁样嗰啲就好简单咁样。咁其实即系变相情况之下就变咗，咦，好似又更加方便咗啦。咁但係嗰、那个即係都几 ok 嘅。因为呢个呢同支付宝合作咗之后呢就会大大咁拓展咗小米手环呢、這个用户可以用嗰个场景。因为头先我都问阿 Ray 啦，我哋除咗可以行路同埋睇我哋深层睡眠之外，其实个小米手环好似冇乜用。冇乜特别用途。其实呢都仲有一啲小用途嘅。咁譬如你用开啲小米电话啦。咁正常你会 lock 机㗎嘛。係呀係呀。咁如果你隻手环呢喺你附近呢，咁你个电话就自动哦，系啊，勉强咗落机嗰样嘢。咁呢样嘢，咁其实咧，无论手环又好啦，或者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 Apple Watch 啦，其实无论手环同 Apple Watch 咧，其实如果佢呢啲 function 对外啲一啲 API 咧系公开俾唔同嘅人可以用嘅话咧，其实好多人会用到一啲即系唔同嘅谂法咧，而去应用佢嘅话咧，其实可能有好多出嚟，就好似而家支付宝佢同佢一齐合作，我可能你第时揈一揈呢只手环就已经俾咗钱啦，或者可能将来可能一啲 gesture， 即系你做一啲唔同嘅手势，可能就代表咗做第二啲嘅嘢喺电话又好，或者喺出面又好，咁其实可能有好多合作，譬如话啊，原来如果有个 area 啦，有个motion detection 嘅，咁你戴住只手环入到个 area 咧，就即刻会可能变咗一啲效果啊，啲特别嘅嘢出嚟，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应用空间咧，系可以经过呢啲小米手環呢啲地方咧去用到，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啦，香港某程度上都真係幾落後嘅，即係我相信如果你話香港有一個咁樣嘅付費嘅一個公司啦，我諗佢相對地就會比 MA 咧，即係呢個金管局去管理好多呢啲咁樣嘅出出入入啊，或者各樣嘢都管住，咁佢就好難發展。所以相對地，大陸話而家好多人都講點解香港咁落後咧，就係咁解。可能香港都係有啲私隱條例嗰方面嘅門檻啦，即係始終都係。即對於自己的私隱是有少少影響的，即會被人知道自己的個人資料啊，或者一些個人的無論你睡覺那些都是很 私隱的，我覺得其實都是的，不是即可能睡覺的質素可能大家會覺得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的 so far 這個 moment， 即或者行幾一步路純粹一些很普通很 general 的 data， 咁但是可能在其他的製造商角度來講，咁呢啲其實是一些很值錢 的 items 啊，咁然之後再加上佢本身嘅例如 NFC 科技啦，即係好而家八達通嗰啲科技啦，甚或乎係之後嗰啲可能 scan iPhone 都有嘅手指模嗰個 scan 嗰個技術啦，咁呢啲將佢只要慢慢將佢合而為一，然之後當你成為一個 device 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嗰個 device 係強到咧，你係其實有機會有啲驚驚地。唔係咁啊，即係我講開，我哋諗起嗰日咧，我哋去即係睇，即係喺科技園入面啦，見到呢個 RFID 嘅技術啦，即係講緊佢個應用層面都好廣泛。咁我喺度諗咧，其實呢隻手環咧，即係如果佢譬如都有呢啲 RFID 技術咧，其實都變咗個用途就會多好多咯。廣泛好多嘅，我絕對相信呢樣嘢。即係話譬如可能咧，其實可能當然佢可能一隻手環唔可以做咁多嘢啦，但係佢可能經電話會可能升到一些在 server 上面啊，一啲 cloud 上面一啲嘅 data 啦。譬如可能你買張戲飛，跟住你電話升咗落手環度咧，入場就咁拎住隻手環，你戴住手環咧就自動 scan 到你，哦，你買咗飛啊，就咁入場。哦，即係可以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應用嚟緊，即係可以咁樣推出啊。咁我相信喺不久嘅將來，亦都會有越嚟越多 apps 啊，呢啲可以同呢啲手環啊去合作，即係做一啲咁樣嘅技術出嚟。慢慢合作咯，將佢應用喺生活化上面啦，即係例如搭車啊、八達通啊、嘟落去啦，即係呢個應該呢個係 payment 就已經係好即係將來嚟緊好快就已經係好必須會發生一樣嘢。但係 more 定 payment 係乜嘢咧？我諗我哋拭目以待，我哋都可以考慮下自己去開發下啦。我相信都應該係一個好嘅商機嚟。我突然間諗到一個 idea。不过呢我都决定我哋咪后先讲，所以我决定呢个 moment 我直头咧需要唞一唞，保密先，系保密，我哋倾一倾偈先，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其他嘢。Hello， 欢迎翻到嚟有台火，系啊，有台火翻咗嚟啦。无论是戏剧啊、舞蹈啊、音乐啊，任何嘅艺术界别，总之你有火，你对艺术有火，你对舞台有火，都欢迎你嚟有台火。大家对呢啲有兴趣嘅话呢，亦都欢迎你听有台火。Only One Radio 首个法律节目，同大家讲解中小企喺创业路上必须要留意嘅法律知识。记得收听由法业规管事务顾问官凌赞助的《法规先锋》。
喂，不如创业咯。啊，但系我得一蚊啫。我都系得一蚊啫。咁点算啊？创业唔使好贵嘅啫。咁要点啊？咁你就要听实 Only One Radio 嘅创业兵工厂啦。我哋会邀请城中创业家上嚟分享佢哋嘅创业经历，仲有创业教室分享唔同嘅创业技巧，紧贴创业圈最新嘅消息。就等我哋创业兵工厂陪你一齐踏上创业路啦！哎，休息嗰阵时，我哋倾完我哋个发展大计啦啊！保密先，系保密先。有兴趣嘅朋友想加入我哋嘅，快啲联络我哋创业兵工厂啦！冇错，知唔知边度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啊？多劳多得啦。好啦，喂，咁啊，我哋休息完翻嚟啦，咁我哋讲讲第二样嘢啦。咁啊，我哋不如首先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喺大陆嘅市场嘛，我哋仍然 keep 住喺大陆嘅市场度先，因为咧、即系、香港就有呢个 Uber 啦，大家都知系发生咩事啦，佢系叫的士啊、叫车啊都有嘅。有冇用到嗰200蚊嘅？我用唔到，因为我尝试过用咧，我嗰日叫咧，即系总之喺 Uber 度尝试叫车啊，系啦系啦，系揾咗15分钟都系冇车俾。嗱，嗰日咧就都有几个朋友用咧，就真系揾唔到车。咁咧佢就包即系补翻啦，咁就话你佢会俾一张200蚊 coupon 你，咁你可以之后喺一个月唔知几耐之前之内啦，就可以用咗佢。咁我嗰日又有个朋友咧，真系翻屋企就搭咗，咁啊真系都几爽。咁啊呢个咧真系一个银弹公仔嚟嘅，系应该系用烧钱嘅钱嘅宣传策略，但系的而且确你有钱咧，即系好似上次我哋以前讲过话中国大妈即系马云咁样啦，点样用烧钱嘅策略，好快就吸引到你，将你嘅信用卡啦、你嘅 information 全部拱手相让，咁只系用咗200蚊。当然啦，你200蚊你觉得贵，觉得平吓，各有各谂法啦。咁但系其实 Uber 咧就咁样，即系慢慢地 build up 咗咧，佢其实 build up 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就唔系净系话即系搭的士或者搭车咁简单，而系佢 build up 咗一个 brand。而呢個 brand 你會令你諗得到咩呢？就係話，總之我想搭一啲交通工具啦，唔同嘅地方嘅時候，我都會諗到佢，因為就開始嘗試咧擴展咯。知唔知阿 Ken 佢擴展到咩嘅程度啊？嗱 ，Uber 咧之前就嗌車嘅，咁但系咧以我所知咧喺內地咧杭州嗰度咧就開始咗呢個叫船嘅服務。海陆空都有，系啦，海陆空都可以玩啊！咁首先咧就讲紧啦，Uber 咧喺杭州咧就推出咗呢个一键叫船嘅服务，叫嘅系咩嘢嘅船呢？即系并唔系话我哋好似香港咁嘅天星小轮咁简单啊！佢嗰啲咧系传统嘅人手摇橹船吓、即系要有人撑嗰啲，然之后咧喺呢、这个即系同时间咧就会表示出10位喺 Uber 嘅杭州船游船大师。在服务推出的当日就会免费搭船，并且每人送300蚊的船费。哇，好像挺好的这个 idea， 挺威啊咁样。咁咧，因为咧，点解即系佢会去到杭州去做呢个地方咧？即系试呢样嘢咧？因为去年嘅6月嘅时候咧 ，Uber 喺波士顿 Boston 嗰度咧，咁就推出咗呢个 Uber Boats 嘅呢个船嘅服务啦。咁当时用嘅咧系一啲快艇仔嚟嘅，快艇仔嚟嘅。咁喺个 Port Boston 嗰度咧，用户咧只需要行入去任何一个码头嘅4/1英里范围以内咧，个手机 app 入边咧就会出现咗 Uber Boat 呢个选项。即系嗱，平时本身你开个 Uber 出嚟咧就系冇呢样嘢嘅，即系得 Uber 车啦，同埋的士啊咁样。咁咧，但系你要行到埋去个码头度咧，先至会突然间弹到个 Uber Boat 呢个 option 俾你嘅。哦 ，OK 呢、这个 idea， 即系你要有佢一个 location base 嘅 service 嚟嘅。亦都好一個好處就係、是，即係你已經喺附近啦。嗰、那個相對去付出嗰個機會成本就係話，你已經喺附近，你相對會睇呢一件事嘅 interest 會大好多。咁啊，即係成日我哋成日講緊，即係做 marketing 點樣 target， 即係呢個 right target 咧，就去做得好好啦。嗯，即係好似以前行商場嘅時候，隔離行過一間鋪頭，突然間，有 coupon 喎、啊，係啊，咁仲唔入去？即係你行去呢間鋪頭嘅時候，佢會遞下一間鋪頭嘅 coupon 俾你，跟住就去埋下一間鋪頭度買埋嘢、啊。哇！呢招好高。咁啊，但係咧，其實咧 ，Uber 咧，除咗船之外咧，就未玩完嘅，因為咧，佢仲有一個叫 Uber Chopper。Chopper 即係咩咧？即係直升機咁解啦，美國嘅用語啦，用法啦。咁其實 Uber 咧喺美國啦、墨爾本啦、Lisbon 啦，同埋呢個印度嘅新德里入邊咧，都已經推出咗呢個直升機服務，就是、Uber Chopper。咁 Uber 嘅車咧，嗱一條龍服務嚟嘅。Uber 嘅車咧，你叫咗個車之後，嗰架車就會送到你去嗰個直升機機坪，然之後你就會有架直升機咧 ，Euro Chopper AS 30呢一款嘅直升機咧，就會載你去你嘅目的地度。
哇，够晒威咯成件事。系咯，即系你搭完个的士，个的士再车你去个直升机坪度，然之后就换个直升机送你去诶 ，let's say 澳门啦吓 ，let's say 澳门啦吓，威啊！成件事好型添啊，我觉得成件事。咁然之后落咗地之后，即系嗱，你去澳门，去到澳门落咗地之后，喺停机坪落咗车，落咗地，落咗直升机之后咧，未完嘅，因为系会有另一个 Uber 嘅车就会送到你去个酒店度。哇！其实系一个我哋嘅 total solution。完全冇落过地，系啦，要黄金享受。即系佢咧系，唔系，所以佢主打咧就唔系话可能唔系一啲好平民嘅交通工具咯。即系其实 day one 去做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尝试做一啲叫做即系轿车，即系做一啲比较高端少少 limo 嘅做法啦。系啦，咁但系即系佢打正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佢而家等中间嗰一群，即系消费得起，但系又未至于去到话我要坐私人直升机啊，坐私人嘅即系船啊嗰啲，咁即系的士唔计 ，van 仔唔计啦。咁但系佢就喺度打紧呢一 part 啦。咁即系话咧，你只需要经过 Uber 嗰啲应用 apps 啦、应用程式咧，你可能有一个 location 由 A 去 B 咧，佢连呢三程可能中间要经过直升机嘅，佢都可以帮你包晒，即系由搭轿车、直升机，跟住再搭轿车。令到你由 A location 到 B location 咧，解決你所有嘅問題，你乜都唔使。咁假設尤其是喺啲可能係做生意嘅人啊，或者成佢係好需要啲時間好緊，即係好緊迫嘅，咁就可能對佢嚟講就非常之有用。呢個都係個 niche market 嚟，市面上其實都冇乜呢啲服務提供者。即係你話如果就咁單一嘅，其實佢就冇乜特別啦。但係佢將呢幾件事串埋嘅時候咧 ，even 佢可能嗰架船可能將呢四程夾埋一齊，就係、是、偏就係、是、嗰個人本來想要即係搭嗰啲嘢，佢幫佢解決曬。嗯，咁啊可能啲時間啊可以 match 埋，咁相對地可能錢對於嚟講，講真，佢如果可能搭得轎車啊，搭得直升機啊呢啲，佢都 OK 啦，係啦，或者可能係一啲 business 即係商務客，佢係公司俾錢嘅。咁啊，最重要系开到会嘅啫，系啦。最重要系赶时间，去到又快，而中间佢又可以谂少好多嘢。呢一种嘅 solution 就系好多人都喺度寻求紧嘅一样嘢，而有好多人会 buy 嘅一个 idea。所以佢呢个 brand 咧，而家越标就真系，我谂佢将来就系谂到佢系一个 total solution。你可能嚟紧佢应该又会有更加多嘅，我相信。即系佢经过咁多轮融资之后，佢系好有钱，即系佢间公司好有钱。咁佢需要谂办法点样将啲钱咧去用咗佢，系啦，用咗亦都系点样 build 大自己嗰个 market 啦。咁啊，所以佢应该会涉及好多唔同嘅范畴。嗱，头先讲海陆空都有齐晒啦。咁啊，我谂嚟紧可能有啲 super car 啊，乜啊，可能 even 飞机啊。Uber 会整个法拉利俾你，系啦，唔系可能飞机啊，即系飞机都可能会有。我头先就突然间谂到一样 idea， 就系话如果第时我哋要去旅行 ，let's say 我由香港飞去新加坡，哇，搵个 Uber Jet 嚟，哇，即系都系坐私人飞机，不过就私人飞机嘅平啲咁啦，夹几个咁，系啦，即系咁啊嗱，你首先有个 Uber 嘅车就喺你屋企车你去机场，咁然之后咧就入埋闸，我广告就自己搞掂啦，然之后咧就搭嗰个 Uber 嘅飞机嗰、那个 Jet 啦，然之后就去到新加坡落地之后走，又系一架 Uber 嘅车就送你去酒店，哇，自己再搞埋酒店啊嗰啲乜嘢，系咯，我谂酒店呢啲因为不动产我觉得难啲啫，喂，但系其实佢呢个 model 咧其实就都几特别嘅，系咪？阿 Karen 呢个系咪一个特别嘅嘢？我哋要介绍呢一种生意，即系呢种生意模式嘅。其实之前有介绍过一下嘅，即系嗰个 Uber 佢系一种类似分享经济，即系所谓 share economy 嘅。咁有另外一个故仔喎，发生喺米兰嘅。佢去欧洲。你知阿 Karen 中意，因为我中意旅行啊，特别留意意大利啊。咁喺2015年嘅5月到10月咧，咁意大利嘅米兰市啦，即系好出名的名牌嗰度啦，就会举办世界嘅世界博览会咁样啦。咁但系因为米兰唔系一个好大嘅城市，即系唔系所讲一线或者好大嘅大都会，咁所以佢嘅接待能力咧，其实就唔够一啲好大城市咁样嘅。即是说他们是缺乏一些酒店啊、的士啊、餐厅啊等等，但是他们又要迎接这么多这么大量的外来游客，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们的政府呢，还有他们的一些学者啊、城市规划那些人员，那他们组成的委员会呢，就尝试推动一种叫 Share Expo 的计划。那这个就是将一个分享经济这个概念呢融入在一个举行世博的一个城市里面。那其实佢同 Uber 啦、Airbnb 等等呢啲国际级嘅公司咧，咁就去商量啦，咁睇下佢哋会唔会出租一啲汽车或者单位俾一啲普通市民嘅。咁所以呢个会成为一个第一个将分享经济融入喺一个特别嘅世界性嘅项目，变成一个旅游嘅项目咁样咯。
系咯，都几新颖嘅一个做法嚟嘅。系啊，因为Airbnb 同埋 Uber 其实都系玩紧一个分享式啦，即系好似之前阿 Karen 话斋，分享式，即系你都系好需要人哋去提供个资源俾你嘅。咁最重要就系你因为可以喺成功地喺米兰市度揾到一啲地方单位，甚至乎系车嘅拥有人，去将佢 share 佢呢个资源去俾Airbnb 同埋俾 Uber 呢两间公司去做佢哋中间嘅 assets。咁先至可以令到呢个 idea 系成功。如果唔系嘅话，老实讲，你咪真系又要 Uber 自车队。咁老实讲，咁 Uber 就唔系 Uber 啦，就要变咗间租车公司啦。所以即系之前有一个新闻都有讲过，即系话呢两间而家喺即系世界上咁大嘅公司咧，其实真系好大。以佢嘅即系嗰个市值股去比较嘅话，但系佢哋好得意就系无论 Airbnb 定 Uber 咧。Uber 佢 manage 咁多架车，但系佢系一架车都冇。系啊 ，Airbnb 咁多间屋，但系佢系一间都冇。佢唔需要用房。其实佢呢个生意嘅理念啦，或者佢呢个分享经济嘅模式咧，对于 start 呢一啲咁样嘅 start 嘅公司嚟讲咧，其实佢系好聪明嘅做法。自己唔需要担呢啲债项啊，亦都唔需要担心呢啲维修啊嗰样嘢。佢只需要做一个中间嘅平台，即系呢个就系 platform 嗰个威力。亦都系咁讲啦，佢系将佢自己嗰个asset 分散投资喺咁多个参与者身上啦，令到佢自己本身嗰个成本会降低。呢个系佢哋可以咁快地成为晋升到国际级公司嘅一个最重要嘅 idea 嚟嘅。即係最重要嘅 key 嘅 reason 嚟嘅，咁同埋即係好老實講啦，即係首先我覺得最重要嘅係米蘭市，你要做世博呢個咁大型嘅展覽，已經係一件首先個 idea 已經好 crazy 嘅，即係你話好老實講，你話上你話早幾年喺上海做世博嘅時候，你話大件事，但你話要喺米蘭度做一個同樣咁大嘅城市嘅時候，你本身望一望個 Google Map， 你都知發現，喂，其實米蘭唔係好多位嘅啫。啲位唔係好多嘅啫，空地啊、吉地唔係好多嘅。酒店又唔多啊，車又唔多啊，的士又唔多。係啦，即係你當你本身配套唔夠強嘅時候，你係咪即係點樣去利用人哋嘅本身市民嘅資源去幫助政府去做呢件事咧？就係令到成個其實幾得意喎，因為咧，因為從政治角度嚟講咧，你可以成即係從嗰邊嘅係凝聚到成個社區嘅力量嘅時候，你成個市區又即係成個城市又會更加團結啦，咁嗰個即係親民度更加高啦。全民參與啊，真係。係啊，香港都應該參與一下。係啊，其實香港真係我覺得有樣嘢差啲就係唔夠位啫。可以 share， 所以共享經濟喺香港可能都係一個話題。我觉得有机会将会成为下一个可以试行的做法咯。咁睇下政府有冇啲咩配套？政府配套嗰样嘢，我哋就唔特别谂啦。我哋用我哋嘅角度出发先啦。我哋系可以吓，即系去 share 呢啲位啦。系啦 ，share 呢啲位啦。我哋系咪可以好似 Airbnb 咁样做翻啲差唔多嘅嘢咧？又或者系咪好似 Uber 咁样做差唔多嘅嘢咧？咁呢个我哋可以即系又讨论啊，或者可以留低第日去倾啦。呢个 idea， 因为。始终而家咧呢个分享 share economy 呢个 idea 咧都开始慢慢酝酿紧成熟紧，系啦，同埋开始大家都觉得咦有机会、哦、正常、哦，唔似好似以前咁样，喂我 share 间屋俾你，连我间屋都住埋噶咁啊，即系鸟巢鸠占嗰啲咁啊，即系嗰啲谂法已经开始规范咗嘅，系啦，已经开始过时啊，而家个谂法系即系因为又加上全球一体化咧，呢啲嘢开始嘅谂法系会开始有啲。開始 open mind 咗咯，呢啲嘢會係啊，咁即係呢啲例子嘢就多不勝數啦，我哋都唔特別提啦。咁亦都即係嚴格上嚟講，最重要嘅就係、是、即係最重要就係個 Airbnb 同埋 Uber 啦。我哋想帶俾大家嘅就係佢中間嚇點樣去利用佢哋中間個 share economy 嗰樣嘢去成為自己嘅本錢啊。成為一個威力無窮嘅平台。啊、對於我哋。嘅聽眾，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或者諗緊 ideas 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好借鏡呢個共享經濟到底可以對你有啲咩啟發啦。的確係。咁好啦，喂，不如咁啦，嗱呢一節我哋又講咗咁多先啦，唞一唞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即係例如一啲特別啲嘅話題咧。好啊。無名氏的歌為一訪談及音樂節目，主要。喂，而家喺度做咩啊？我请你翻嚟录精稿啊，请你翻嚟背书啊，唉，你行开，我自己录翻啊。无名氏的歌，每月逢第二及第四个星期二上线。咦，咁咪即系隔个礼拜一次？哦。Welcome to listen。
一个人物，一个地方，一段故事，组成我们的香港历史。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同你港人港地香港地。喂，不如创业咯。啊，但系我得一蚊啫喎。我都系得一蚊啫喎。咁点算啊？创业唔使好贵嘅啫。咁要点啊？咁你就要听实 Only One Radio 嘅创业兵工厂啦。我哋会邀请城中创业家上嚟分享佢哋嘅创业经历，仲有创业教室分享唔同嘅创业技巧，紧贴创业圈最新嘅消息。就等我哋创业兵工厂陪你一齐踏上创业路啦！休息完翻嚟嘅第三节创业兵工厂啦，咁咧呢一节咧，头先我哋就讲咗一啲即系非本地啊，甚至欧盟嘅物体先啦，咁啊，即系但系讲讲下咧，又不如 move 一翻去，系啦，翻嚟呢个亚洲区先，咁我哋想上大陆啦。咁啊，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关于喺北京度咧，咁诶，即系 3D printing， 大家都应该尝试去 print 噶啦。应该系过去嗰两三年都系一个好 hot。嘅 topic 啊，即係嗰陣時講緊，淨話係第，我唔記得第三次工業革命定第四次啦，即係講緊係講緊話做工業革命咁強度啊。喂，我嗰陣時都未覺得佢可以做到咁勁嘅，但係我會睇到有啲機會嘅。但係呢一兩年就發覺真係好明顯啊，即係佢係幫助做研發啊各樣嘢咧，係真係幫助得快好多。係啊 ，Karen 點睇咧？應用即係我見到有啲應用咧喺醫學上面，例如一啲義肢啊，或者係即係。要做一個模出嚟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可能係另外一啲其他唔同嘅應用。係係係，的確的確的確。咁啊，即係講開三 D 打印啦，平時大家都會諗到，即係可能一部機應該幾貴下啦。應該你估計幾錢？最平啊，幾千蚊啦，貴嘅上嚟幾萬蚊。講緊美金啊，係嘛？唔係，港紙港紙。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可能上網揾嘅時候，可能啲打印機都可能要過萬啦，甚至乎兩萬蚊啦。咁啊，但係咧喺北京度咧就有大學生咧就成功研究到一部咧係平價嘅 3D 打印機。咁你估下佢幾錢咧？你兩位估下？幾千蚊咯，都係咯。幾千蚊都有個幾㗎？三千。三千零咯，三百千几蚊。你真系犀利啊！一股就中啊，冇错啊，真系三千几蚊偷睇嘅，其实就真系有，真系几犀利。即系咁佢哋咧就讲一讲啦。呢单新闻咧就系廿五岁嘅咁啊，呢个黄世栋啊，咁就系呢个北京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嘅研究生。咁啊，佢咧就同朋友咧就制作咗一部 3D 嘅打印机。咁只要将嗰个设计图啦输入部电脑之后咧，再加埋啲材料啦，佢就会打出各种各样嘅物品啦。咁啊，好似副面具咁样啦，呢啲就系完全毫无难度嘅。咁咧，阿黄世栋就话啦，佢啊由细到大咧都已经好中意拆嘢啊、装嘢啊、成啊咁样嘅。咁啊，屋企入边嗰啲咩半导体啊、闹钟啊，都系俾佢咧，即系拆完又装，装完又拆咁样。咁啊，即系都几犀利啦。咁啊。慢慢长大过之后咧，咁啊发现啲钟仔啊、电话仔啊啲嘢已经唔够啊，唔够厚啊，佢直头觉得，咁于是咧就直头咧就考咗入去呢个清华大学入边咧，就决定读呢个汽车工程。点解咧？因为可以拆车，即系可以拆一架车，又可以冚翻架车，咁好犀利嘅。咁啊，话说咧，佢几年前咧睇到咧成龙嗰套戏咧，咁啊嗰啲神偷嗰啲咧，咁啊即系有啲好高先进嘅科技，咁可以即刻 3D printing 打翻只嗰、那个十二生肖嗰啲铜像咁样噶嘛，吓咁啊，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忽发奇想啦，咁啊谂住，咦佢哋又想玩 3D printing 喎、哦，咁谂住买一部翻嚟玩下啦，咁点知咧一上网去应该都系淘宝噶啦，我估佢都系，咁佢咧就去咗呢、這个淘宝度睇咧，我估啦吓，咁啊但系见咧就见到呢啲 3D printing 嗰啲机咧就卖紧两万几蚊人民币一部，咁啊好贵啦，咁佢又 afford 唔起啦，咁谂住放弃，咁但系咧。佢又唔知边条筋咧 short 咗咧，咁咧就话喂，我唔系好即系唔系好甘心、啊，咁啊喺度谂紧，喂，不如算啦，自己整一部出嚟啦，咁样即系通常啲人都系咁嘅，你买唔到部嘢，但系你想拥有嘅时候咧，就会自己走去砌噶啦。我想要飞机，我要大炮啦，砌下咯，砌下 OK 嘅。咁啊，于是咧，咁佢哋咧就喺度做实验啦，咁啊，然之后去搵下零件啦，左冚右冚咁样咧，用咗两个礼拜到啫，咁啊，自己整咗部 3D 打印机出嚟，咁啊。加要攞去試啦，兩個禮拜，係兩個 development process 真係好快，好強啊，好強啊！跟住佢哋真係攞部機去試啦，啊真係 work 嘅喎，即係 print 啲嘢出嚟係實正嘅喎。咁於是咧，佢哋就諗住啊試下啦，攞去賣啦，擺上網賣，第一部嘢就賣咗三千幾蚊啦。
第二日是第二日咋？终点系啊，24、48小时之后就已经卖出咗呢部机，仲要系卖3000多元，即系成本就2000多元，卖就卖3000多元，咁啊赚咗1000多元啦。可能真系要多谢嗰个平台喎。人流夠多先睇到啫喎，係咯，可能真係要。我所以我都相信佢賣部機應該都係賣喺度嗰度。唔即係你睇到咧，其實好多時候你想做一件事咧，可能你向住呢個方向行啦，原來好多時候咧，其實啲機會啊喺同一時間喺呢度側邊會出現。你如果食得正，捉得緊呢個機會咧，係啊，好似佢哋咁樣，本身佢其實唔係諗住話想做一部 3D 打印機去賣，佢只係想即係整啲零件，要部 3D 打印機做啲零件出嚟，點知佢又唔夠錢啦，咁啊唯有自己做啦。點知做完可以攞去賣喎？即係好多時候咧，創業係咁樣嘅，永遠咧行嗰條路咧，唔係你最後 turn out 成功嗰條路嚟。係啊，咁而家咧，阿黃世棟咁同佢啲 friend 咧，咁啊自己開咗間公司做 mass product 啦，已經將呢部 3D 打印機批量生產，即係 mass product 啦，好過分工廠咁。我覺得好犀利，即係佢呢個係一個值得借鏡嘅一個例子嚟。阿 Ken 幾時砌翻部啊？砌翻部咩先？飛機啊！飞机大炮咯，都得诶，呢、這个等我攞啲，等我学黄世东，俾多少少时间你，攞啲数据咁，攞两个礼拜试下研究多部 3D 打印机出嚟先。不过我觉得我有啲难，我对呢啲唔系好熟。你汽车工程噶，我都得嘅，可以试下嘅。咁啊，即系有一个比较鼓舞嘅消息啦。咁啊，但系即系相对地啲鼓舞消息咁啊，梗系有啲 sad 少少噶啦。即系讲翻落翻嚟香港啦。好啊。咁啊，尋日愚人節啦，咁啊，大家都知係即係一來啦嚇，哥哥嘅即係又離開咗我哋又多年啦，風繼續吹，係又喺度風繼續吹啦，咁啊，即係都仍然係好懷念佢嘅。咁但係同時同日咧，就有一單好得意嘅新聞咧就爆咗出嚟啦。咁嗰單新聞咧就係、是、都唔得意啊，幾傷感。set 啦，都 set 嘅。58年啦，咁啊，但系即系冇可能冇办法去庆祝佢嘅60岁大寿啦。咁嗰个讲紧嘅咧就系呢个亚洲电视啊 ，ATV， 即系前身丽的电视，系前身丽的电视。咁啊，寻日咧晏昼6点几钟嘅时候咧，咁啊苏局长啦，咁啊呢个广播及事务局局长咧，咁啊行出嚟就话啦，基于一啲嘅考虑啦，咁同埋根据啲条例咧，咁咧就决定咧就唔续牌俾亚视啦。咁咧就证明咧，即系就决定咗啊。终于都是要送这个亚视去上一条不归路了，送他入去棺材了，送他一程，是啦，但是呢即又未至于即刻死的，但是呢他都做了12个月的时间去做缓冲，即例如他慢慢 lay off 啊，或者还债啊，或者将那些器材变卖啊，那些中间有12个月时间可以做这件事啊。等我问一下 Karen， 如果你是这间即是你是黄晶啊，你是 ATV 的老细，即是告诉你你来的12个月最多你都做了12个月就执笠的了，现在有时间钱，每个月蚀紧1400多万，每日推紧架 Benz 落海。如果你是黄晶，你会有咩打算咧？我谂即刻接咗佢好啲。阿 Ken 咧，冇咁多 Benz 可以。唔系你问我，我就即系如果我身为黄晶的话咧，我就梗系窒窒啦，我就 cash 先走噶啦。我就 cash 啦，蚀紧啦。No， 呢啲财技嘅嘢咧就当然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如果我系身为黄晶嘅话，咁我梗系用办法，梗系即刻cash in 翻啲钱，然之后就梗系撇啦，系咪先？如果我唔系黄晶，可能有另外一条路，即系可能喺呢12个月 Karen 之路，12个月之内制造啲好嘅节目，再去续个牌咯，即系劲头嗰牌。confirm 咗唔会再续啊嘛。唔系，其实系可以再去申请嘅。根据广播条例咧，咁啊，根据广播条例咧，呢、這个续牌咧就唔即系只系代表12个月之后，而家亚视呢个营运牌照系会攞出嚟公开拍卖，即系收翻。而家系收翻啫，咁佢到时系攞翻出嚟再拍卖嘅，咁你到时就价高者得噶啦。唔系嗰个系频谱啫，都系噶，咁我你都要有个牌照，你先攞到个频谱噶嘛。因为嗱，一个香港电视娱乐啦，即系 Now 嗰边啦，就已经即系成功。大家都空空气咗三秒，香港电视。娱乐空欢喜咗三秒，呢个名字其实真系有啲咩嘅，香港电视娱乐搞到咧，大家全城都咦，唔通批牌俾佢发达啦咁样，点知都系空欢喜啊！唉，咪即系证明咧，一个企业咧，即系佢经历过盛衰，最后其实即系冇一个企业系可以长久永垂不朽。即系当年啦，丽的电视讲过话，佢话几劲，譬如打 TVB 嘅时候有啲咩剧啊，连即系杜琪峰拍嗰套都顶唔顺咁样，要 cut 嘅咁样。即系佢有佢一代嘅强项，但系经历过咁多年之后，始终都系
走唔到條路。咁我諗佢真係開始缺乏元素，即係錢係有啊，即係有人注資落嚟，但係問題真係缺乏啲創新啊、領導嗰樣嘢都缺少咗咯。即係當年其實我幾相信咧，即係當然有政治因素，有其他考慮啦。如果唔係王偉基入去，其實可能係真係一個亞視有機會嘅轉機嚟嘅。系啊，但可惜就十二日啦，咁啊王基就走咗啦，咁但系佢嘅梦啊冇完啦，就诞生咗香港电视，咁我亦都一路都吓呢、啊這个王基系偶像嚟咯，重新，所以我一直都好期待，即系睇到佢咧，佢呢一场硬仗点打，佢都经历咗咁惨啊，嗰阵时即系话哇，我要播香港电视啊，买完呢个中移动个牌，点知又唔俾播，咁啊跟住又要再谂呢样谂嗰样，咁我都觉得佢真系好难打呢、啊、场仗，佢系难打嘅。同埋最重要系你本身已经对紧一个本身已经取咗态唔想批俾你嘅一个人啦，咁呢样嘢系最难一样嘢。即系呢个逆境波系难打，但系即系同好多创业嘅人一样啊，咁先有挑战性啊嘛。系啦，所以有阿王维基亦都系咁样谂咯。维基，维基系你嘅好朋友，偶像啊，系咪？偶像添。咁即系，但系即系你又望翻，其实而家我自己就睇翻亚视嗰边啦。即系点解可以令到成件事本身都仲可能有弯转？最后都俾佢撳死咗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自己佢哋本身嘅问题啦，积弱咗都咁耐啦，即系可能好老实讲，大家对上一次睇亚视嘅时候系睇咩？系睇啲咩节目咧？都应该无线嗰个窒下窒下嗰阵时先转台，都唔记得咗，可能都要谂一谂啊，系嘛？即系我对上一次睇咧，就系已经好好，其实都好多年前噶啦。唔系，我又唔系，我香港人。你睇《岁月流星》我不是，我唔系，我嗰阵时睇嘅系啊，我其实我以前我会睇亚视嘅新闻嘅。我以前睇亞視都會睇，係咁同埋就係我以前係會睇呢個《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啦，係咪？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啦，嗯，嗰時梗係咯，嗰時你梗係睇萬二蚊噶啦，一二三集都有，係一二三集睇足曬㗎，那些年嘅萬二蚊都幾青春嘅，係啊，過咗隔離啦，但係都過咗隔離啦，而家都四字頭，連只歌都攞埋啦，美麗依然啊，係咁同埋當年睇呢個馬小玲爭好遠，係要仲一個節目咧，有陣時瞓唔著，有陣時瞓唔著覺會睇嘅，嗰個叫娛樂無窮。我娛樂無窮真係好笑嘅，呢個真係好經典嘅。你可以望住個電視 mon 幾個鐘，跟住然之後心諗啊，點解都仲可以遊嚟遊去，又唔廣告又剩嘅咧？嗰個先好嘢啊嘛！即係嗰陣時傳亞視話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即刻話有啲創業即係有啲廣告套餐好平咁樣，講緊係唔知$900啊，唔係兩萬幾嚿水添嘅就嗰陣時，而家有$20,000咯，係啦。咁但係唔知啊，我有个预感就系突然之间，亚视冇息路啦，会 do 咯，或者我长播呢个娱乐冇讲啦，条鱼继续乜嘢有，条鱼都冇啊，条鱼系亚视资产嚟噶嘛，系得翻个巴版咯，嗰个巴嗰个版咯，都其实咧，你如果俾我咧十二个月咧，就应该重新出发，呢间公司一定要执嘅，你冇咗个牌照啫，其实你仲即系你有个咁厚嘅班底，其实你应该可能缩减一啲人走咗，其实。调翻转头，而家咁 hot 就系 OTT， 王维基第一个讲 OTT 啦，跟住而家 TVB 都讲话自己做 OTT 啦。亚视如果佢有心做，其实佢亦都可以用 OTT 嘅 channel 做，因为就算譬如而家头先讲香港电视娱乐啦，佢入嗰个方法咧，佢唔系都系好似而家亚视咁样话，你打开个电视就睇到，佢咪 analog 啦，佢都系要经过一啲盒仔啊呢啲咁样嘅转播一啲信号先至睇到，咁所以其实咧大 ODD 一定是大方向大趋势嘅嘢，即系你话冇咗个免费牌照，其实对于佢嚟讲可能意义唔系好大，但系如果佢因为咁样而可能有一个转机，将啲嘢重新执位执过晒位，跟住再重新出发咧，未必死嘅。呢个的确有机会嘅，咁啊真系好老实讲，俾啲时间睇下佢会唔会做啦，睇下有冇机会绝地一击啦，可以叫做系啦，喺个牌被收翻之前嘅绝地一击啦，咁啊祝佢好运啦，祝佢好运啊，咁啊。今集的时间呢即是讲到咁上下我哋都唔好讲咁多啦。但係咪应该要播返首歌好啊一於就搵隻风嘅就吹播一播佢啦。定係你想点歌呢呢首歌係我点俾哥哥听。係咁即係你咪都係风嘅就吹啦。好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之前一起听下呢隻风嘅就吹啦。拜拜。拜拜。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足即发。大家好，我是何辉。喂，你听紧咩嘢啊？听紧广播咯。喂，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 同 Rocky， 嗱，仲有迟啲份，同大家一齐讲香港波。多谢你收听 Only One Radio 的节目，想知道更加多的节目内容，又或者收听其他节目，请即登入 www.onlyone-radio.com。如果想知道我哋更加多的资讯，请即登入我哋嘅 Facebook， 网址系www.facebook.com/onlyoneradiohk。